想最近啊，说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须讲连所提供的节目，全是我们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的播出。有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，现场开放一线电话，我叫66499这个电话。啊，那如果讲需要美香呢吼，甲咱做服务的啦吼，点歌啦，或者是讲有啥物灵验的过境啦吼，啊囡仔啦吼，歹油漆啦，到底是有拄到啥物关煞？咱讲干那囡仔都36关煞，像来讲买慢慢买袂完啦吼，啊拄到囡仔吼，暗时啊呢。啊，人讲吼半暝安尼哭吼，青筋哭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吼、哦，有时候啦，咱来足侪孙啊，即讲吼，每张纸来讲解说一下吼，迄、小字关说到底是有重要无重要，还、是爱解释啊，免解释啊吼。诶、哦，囡仔吼出事，吼、哦、有这个小儿关煞，那是吼、哦，咱讲这教导中来讲落，一定是有啦吼。哦啊、所以咱讲看命看四条，伊就去家己看讲啊，这个囡仔犯着什么关？16岁进前，咱就爱去甲祭关啦，这个囡仔较有气啦吼。来，今日有一块歌，足久无播吼，咱即摆来甲安排啦吼。诸行精舍。歹势，雷山老庙啦吼。
一个老板的骊山老庙经啦吼。老板的就是古早、足早、足早迄个时阵管的吼，骊山老母。咱啊捌上过骊山老庙经呢吼，骊山老母，伊这内底有咱的十几个吼，要互咱的吼。机缘的啦，机缘的，所以咱来讲有咧靠上骊山老母经，咱讲骊山大梵老庙尊，元武扎断沉迷业；骊山大圣老庙尊，元武速具清净心；骊山大道老庙尊，元武扎发精修智；骊山大行老庙尊，元武速增坚固力。骊山大公老庙尊，元武扎破烦恼障；骊山大地老庙尊，元武速降伏恶魔；骊山大慧老庙尊，元武速证光明种；骊山大慈老庙尊，元武扎行诸方便；骊山大悲老庙尊，元武速满功德拿。骊山大力老庙尊，元武扎建演法堂；骊山大愿老庙尊，元武速成无上道啦吼。这就是吼，咱讲法愿啦吼。咱若拜骊山老庙做师尊，拜骊山母娘做师尊，然后咱就吼，请咱大愿老庙尊、大圣老庙尊、大道老庙尊、大行老庙尊、大公老庙尊、大地老庙尊、大慧老庙尊、大慈老庙尊、大悲老庙尊、大力老庙尊、大愿老庙尊。这后边拢是要让咱发愿的，断愿什么？发愿就是讲断除业业，吼爱记。咱的清净心，发精进修持，发精进心，吼，骨力都爱坚固。咱讲真坚固力，破烦恼障，也是讲吼，咱会当吼，咱讲速证光明种，行诸方便。这就是吼，咱讲母娘给咱的吼，上介好的一个。吼，咱平常时啊吼，爱甲念。就是等于咧发愿同款的意思啦，发愿的意思啦吼。所以吼，咱母娘讲大道之求无终无始，吼，趋向处境有严有益，吼，妙语呐参会头，行功就会圆满。生身唯一的就是要登上，吼，咱讲登上一级，香魂缭绕，跨河飞翔。五方成魂，返归神宫，然后嘛是要叫咱这灵啊，囝讲要逍遥自在，你就是一定要对这个经典，然后去配合，伫经典配合内底吼去修啦，去咱讲修炼嘛是需要啥，需要咱家己吼本身的吼有心啦吼，所以咱就讲天生天者。都、就是超脱的意思。咱常咧讲，咱天顶的仙叫天仙嘛，对无吼？但是天者就是超脱，啊，自拔、自超一流上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咧讲古早啦，吼、哦，咱讲住伫山顶修正的人啦，吼、哦，咱讲哦，敢那袂输吼，伫只敢那袂输咧修新仙，吼、哦，咱讲三者精之强。住伫山顶诶吼，啊，着山顶较无咱种老个气息，你知无吼？啊，着安尼山蛮当中吼，透早呐日头出来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啊，着也过吼，咱讲彩云呐吼，啊，过即、這个吼、哦，咱讲山蛮中间也过夹有即个云彩，那个哦，啊，你来遮练身咯，啊，你住伫遮个未出仙境咧，就是咧讲着即个仙山，意思即个山。故之自山修静的人，就讲山就是迄个静的强，所以讲静可地神以自安呐。吼、哦，咱若讲伫无脑猜猜的所在足静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来看一下，吼、哦，咱讲树啊啦、鸟啊啦，吼、哦，即所有的即飞禽走兽，静会当让咱的精神安定啦。吼、哦，咱讲山唔免得讲一定爱足悬的。吼，只要风景好，啊，就安尼静静啊，吼，大山嘛算真好啦，吼。人讲会当静，吼，讲静者为身，就不可以光怪陆离的现象。
咱人袂使有迄个光怪陆离的现象，观念要怎样？要注正其心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咱叫做心静，气自然就会清啦、啊，吼、哦。何谓叫做身？啊，身就一个人，吼、哦，啊边啊就一个山，呵呵对不？咱来讲天生迄个身就一边啊就一个人呐、啊，旁边。有一个山，安尼就叫身啊。吼、哦，咱讲学习要证明啦，吼，要证明讲吼身道，咱爱以心心深入，吼、哦、啊自我训练，啊嘛爱熟悉呢。咱爱认识宇宙之长，尊长与永恒。吼、哦，有这个理证嘛，有这个事证嘛，法证。所以讲经理法，第一自证自我，吼、哦、去了解。哦，人生有足侪遮遇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，咱会足侪去拄到的代志，生活，吼、哦，不管是吼利得，或者是吼、哦，咱讲，有一挂无注意的所在，咱拢爱反省自安，然后遵守道我，就是为伊，人讲伊都发挥咱家己的体能。改进健康啦吼，上无啦，咱讲咱无在修个天生，上无嘛人生，就是讲我即马伫迄个所在，我都改变我家己的体能，改进我家己的健康。所以有个人拄着艰苦病痛，讲啊来山顶吼，大民宿大几工吼，来遐吸收大自然的灵气，啊你去遐就放松啊嘛。吼、哦，咱人吼、哦，你若有法度困得去，会放松，头壳会清净，脑底会清净，去遐看。看迄个云海，哦，你就感觉吼，安尼咱敢那未输离开迄个尘嚣，未输迄个老者的尘世，咱离开啊，迄个所在压力就慢慢啊无去啊。有时会得癌症，是因为吼啊，咱讲压力破表，过来就是暗时困无好，吼、哦，会得癌症的人就比较会，吼、哦，咱讲心里面干扰的是什么？因为放不下的关系，有真济为着事业。啊，做咧吼，啊，到尾啊半途啦，连享受都无享受，肉体就下步。所以咱人呢，吼、哦，咱定讲修道，唔是叫你讲一定爱修一流的天仙啦，吼、啊，还是讲一定爱超脱啦，吼、啊，一定爱安怎？伊要甲咱讲，就是讲心性自然啦，吼、哦，你若有法度心性自然，这个道，你若有想讲，啊，咱逐工嘛伫，咱逐工嘛拢活伫道内底。哦、所以咱讲吼，咱要发挥咱家己的体能，改进咱家己的健康，并改造咱家己的心智的状态。吼、哦，同时呢，先好运用家己的精神力，吼、哦，应用精神。吼、哦，咱讲，咱有时吼、哦、要应付、要解决啦，吼、哦，咱有足侪有时啊不平衡的生活活动。吼、哦，咱人做个生死由心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心即善于处，安居安人啦。哦，四者善于时啦，气数同气，是因以正性明之无数，真我之不生。在咧讲人人啊，世事人意志堕落的时阵啦吼，唔、哦、是讲干呐，即世人拢来应付人就好啊，即世人啦拢过来应付人安尼，吼，安尼、哦、就真正讲的啊，做工课就真艰苦啊，你知无？逐天爬起来就是想办法要怎应付，哦，啊，应付人真艰苦啦吼，啊，甲人咧讲话就是一定爱安怎低声下气，就敢那袂输讲伊足伟大的，啊，咱足卑微，哦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哦，咱就是讲世间人吼、哦，要怎彻底了解人本心我合一，吼、哦，道我合一。认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，咱人绝对无比人较细汉啦。吼，只要咱唔免去共抱，啊，咱唔免讲低声下气去求什么。吼，只要咱活了，吼，咱就感觉家己呢，吼，体面是为家己的自信来的。咱家己有自信，赚偌济、食偌济就好啊。啊，不需要去吼啊弯腰求饶，也不需要说吼，放下自己的吼啊，咱讲家己的这个面子啦，吼。啊，一定就爱去吼、哦，咱有个人讲去抱别人吼、哦，然后你才得了着好处，嘛无需要啦吼、哦。所以咱心性吼，母娘定定安尼甲人讲，世人当彻底了解人的本伫底啊，人的本就是神我合一。你的精气神甲你的这个我这个肉身有合一，就是道我合一啊。啊，既然是道我合一啊。
道甲我有合一啦。你就是一个修道的人，你就是一个精气神的人，你就是有一个立地的人，你本身就是一个一道合真的人。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吼，认识宇宙间的一切事甲物，皆是宇宙的神性。道就是自我表征，日月星辰、山川下界。吼、哦，咱常咧讲动物、植物，无所不及，有神啦吼、哦。所以你甲看大张旗话，人就会讲哦，这张旗话大个只大张，几啊百年啊，有诶甚至要千年啊，都去啊靠一个红宝啊，哦，咱嘛是去甲拜神木嘛吼、哦，神木吼、哦。所以讲动迁植物，它为什么会有神？因为它也有精。吼、哦，人呢无这个吼、哦，所有诶啦，咱讲先啊，咱人。好、哦，无所不见其神，人之所以不见其神，好、哦，咱常来讲吼，昆虫啦、蚂蚁啦，好、哦，它不是人类之神，人不是昆虫之言语，好、哦，昆虫言语咱无多去带沟通嘛，吼、哦，但动迁植物它都有什么，有灵魂呐、啊，好、哦，所以讲人呢，好、哦，一毛因的团队啊，你看以后，好、哦，伊咧抓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蜜蜂一定要有一个啥？一定要有一个领导的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啊，蜂王甲掠入去，啊，就规个拢堆入去啊！哦，啊，你唔好看讲因那像，啥物拢唔知，因啥物拢知呢？哦，因嘛知影讲要安怎，吼、哦，才会当先群结党，吼、哦！伊要做一个，吼、哦，咱讲蜂王，伊嘛是爱去领导呢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讲坤舆不是人类之神，人不是坤舆之源矣，就指着讲因某因的生活方式啦。哦、咱人之中呢，讲甲不敌一之神，亦不敌甲之神，就一人言，人亦不敌。吼、哦，咱就是咧讲，因为宇宙的神性落于咱的世间大事的了后，吼、哦，落于事物界之后，咱干断了宇宙精神的统一性，所以咱的局部化的宇宙真神之全体性，吼、哦，是个人之灵性的事。就咱定咧讲修道，修道啦。伫咧求超脱自我境界，即个吼，咱人有一个属限伫咧啦，吼，咱要接受吼宇宙的真体跟吼跟一切非表面上的宇宙，吼与个化的宇宙，真正的神是超越，吼，咱讲真正的神一直超越一切，咱会当通达一切，人类的精神呢不能完善，吼，因接受自我肉身甲观念。习性上的界限，咱有去有这个观念跟界限无？有啊，咱这个肉身的需要欲望有甲咱界限无？有啊，有甲咱束缚无？有啊，所以讲以神修，免啊摆脱这后天的局限，这局限吼，咱讲这局限人口正宇宙的全身与全能，咱人有局限，但是迄个局限呢，佫去有咱家己本身来拔掉咧，然后。咱要安怎永存长生妙理？吼、哦，尤为确实。所以修道与社会，吼、哦，社团也好啦，宗教也好啦，吼、哦，咱讲，吼、哦，彼此啦，可进可退。吼、哦，咱讲修道则个人的事物啦，吼、哦，修与不修，全在你个人嘛，吼、哦，无人勉强你，嘛无人爱用说话甲你绑你吧，都是你自己，绝对无管你别人的代志，然、哦、后。所以咱常咧讲哦，对生命负责啦吼，无可旁贷。吼、哦，灵修活动之纯粹精神之显露，就是咧讲，就这个活动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活动是，你操啊怎么重，吼、哦，操纵它，吼、哦，这点就是讲清明的心气，伫初学的人咧，困于世俗，吼、哦，世俗当中咧，吼、哦，这个操性也很重要。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讲哦，修道爱知影规范。归还，哦、不修者转去善欲了哈，故灵命之获益与增长，要好咱的灵命会当获益，吼、哦，佮会当增长，吼、哦，你就是家己安怎，爱勉励你家己啊，唔是别人来甲你，唔是别人，吼、哦、啊，甲你讲，你一定爱安怎，吼、哦，学的人爱去了解家己的灵命，决定在修，吼、哦，决定在，吼、哦，你家己的。家己的这个用功啦吼，无用功，所以讲吼，师父吼，咱就讲，咱就来讲，师父会当教吼，就入门啦吼，初习的时阵叫初习者，吼，咱拢较早拄当开始的初学者，拢以求福的心理来修行的啦，
吼、哦，咱梅香这嘛讲这是熟悉的代志，吼、哦，以求虎的心态进来的，本来就是求平安的心态进来的。我求我家里面有一切事情没有解决，怎么样才能解决？是因为我有修的体质，我有修的灵体，所以我不修会被处罚。哦，这些问题种种都干扰到你的家庭、事业、婚姻，所以你是因为 A 呢？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初学者呢吼，头一个拢入来拢是安怎？我内底那家庭会当舒适。我即马要求的这个代志会当平和，吼、哦，安尼呢，我来修行，我就感觉我修会累啦，哦啊，所以咱讲吼，都是以求福的心理心态、解决问题的心态、诉求感应的心态，一时未应，心即转移啦，吼、哦。那讲啊，我都行一两档啊，两三档啊，无啥物改善，我心肝底就开始疑啊。啊，疑了后，你就归咎于神明啊，归咎于讲哦，啊，都一尊神，我都正认真拜咧，吼、哦，啊，邪了他无甲我保庇，该解决了无解决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，诉求神通感应，吼、哦，诉求马上你要的，吼、哦，要全部，吼、哦，所求如愿，那也是很难呐、啊，世间无种无得加好的代志啊，吼、哦，咱人有因果业力，福至无量，吼、哦，福祉是由哪里来？所以咱常讲吼，心袂使安尼马上就移，啊移了就要较紧的要转，吼、哦，啊又有事情又会归咎于神明，然后人讲神通法力，吼、哦，敢是安尼吗？哦，咱常在讲吼，心绝对有，心有神通力，积福者必须爱感受，咱常讲感应道交啦，吼、哦，自然有福嘛，吼、哦，福祉这是无私无量当中如心。啊，咱讲心切求福，吼、哦，所求感得，吼、哦，空以欲福，就是咧讲，袂使急啦，吼、哦，代志头尾都拢还袂处理完满咧吼，你急切求应，急就赶紧要求感应，一中魔道就走出来，魔道就出来了，吼、哦，如求了生死，吼、哦，咱有时啊，咱讲啊，咧求着拄到吼一个大关卡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人就是家好白房啦，足济代志啊吼。即个代志呢，以前你拢唔捌去拄到即个代志，向阳拄到即个代志的时阵，你马上就要来求神感应吼、哦。有时候是吼、哦，咱讲神仙会甲咱到帮忙。如果你也够有迄个福报，吼、哦，无困难啦。但是妙道该在一心呢，吼、哦，即世人呢，吼、哦，咱袂再自踢道缘呢。什么叫自踢道缘？咱家己吼、哦、路拢踢死啊，吼、哦。本来就已经一条路要让恁行，但是你路路已经拢甲踢死啊！等到你有灾难的时阵，马上要求上天慈悲开示，稳定，马上吼歹、哦、要转好，那也是有困难的。所以讲，善道不比一般的吼、哦，咱讲宗教啦吼、哦，咱只是讲吼，属天善道哦，这个法则，人讲人呢吼，总是呢吼，不舍俗事啦吼。哦但是无法度伫这个上中下三界，吼、哦，咱讲去做到啥？宗教讲吼，做到有法度讲伫宗教，吼、哦，内底面道中清修者，拢是求干部圣事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学这个啥学术的精神，吼、哦，但是呢，伊绝对无迄种啥，无迄个讲吼，马上，吼、哦，马上要转化，啊，你也马上要转化，吼、哦，那讲心性啦，吼、哦。尊公有迄、那个，伊有迄个心力，好甲你斗三工，嘛着爱地主有迄个命，啊甲有迄个啥，有迄个功过来转化。若无迄个命，无迄个功过来转化，你讲心变怎去偷别人的功过来解决你的问题？所以咱讲啥物款代志，也是爱要自我，吼、哦、自己不修哪来的福报？不做哪来的功德？你讲是不是呢？
观世音菩萨的佛言：世尊，若有众生常持大悲心智，对三恶道者，我誓不行正觉。常持大悲心智，若不行诸佛国者，我誓不行正觉。常持大悲心智，若不得三昧辩才者，我誓不行正觉。常持大悲心咒，以现在心中一切所求，若不可随者，不得为大悲心得罗尼也。乃至说是第一，以众会前合众静住，以助众生起大悲心，开眼含笑，即算如是广大圆满，无碍大悲心大道罗尼，心妙众故道罗尼外。今嘛咧吼，因为道亲咧讲吼，啊，咱道教啦吼，上重视的就是咧讲吼，这个囡啊，细汉啦吼，啊，这个小儿观察啊，咱今嘛少年人吼，囡啊有诶出世啊，就教哦，迄个啥年母啊带吼，啊好带歹带啊，定定安尼病院进进出出吼，啊咱甲讲吼，啊恁这我都去甲你看这个八字吼，啊恁这囡仔都有八字官啦，啊佫有啥物官啥物官安尼甲讲哦，伊讲啊我无咧信神迄啦吼，啊迄迄都人艰苦病痛，你看看医生就好啊吼。咱婴儿出世了后，甲三岁之间吼，就是完全拢无自主能力。吼，经过七七八八教法个吼，迄、那个阶段，吼、哦，咱呢要安怎去保护这个囡仔？每一个爸母拢学习一门重要的课程啦吼。迄囡仔呢，唔只是讲较早个囡仔，现在讲人靠钉仔啊出代志，吼、哦，啊人咧动工啦吼，啊咧乌脚拉机咧乌啊动土啦，哇，食物件拢袂掉白，啊面青顺顺啊直直吐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你来讲。会晓来去庙里吼，符啊摕来啊收收咧，安尼处理咧安就好啊。啊，唔是呢，去医生看哦，安尼啊，大医有诶无诶，是安讲。咱都无未，咱都唔捌。咱囡仔有灵魂了，囡仔出世就三魂七魄啊，有三魂七魄，伊就带着伊家己诶即个啥，伊诶四条来。哦，天干地支排出来了后，伊就是有去排着即个官煞。吼、哦，所以有诶囡仔先会，吼、哦，咱讲搞问题啦，咱免啊保护咱诶囡仔。啊，即卖囡仔生一个，有时啊生两个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啦，咱讲爸母应该学习，吼、哦，咱这道教真传统诶物件，吼、哦，甲咱讲，迄是毋是讲足困难，吼、哦、啊，即卖讲起来讲，你无讲这小儿观察，这关是小可诶代志，小可诶代志。毋过我问你啦，吼、哦，一个家庭诶五万生出来囡仔，细汉诶时阵，你要互伊好药吃。大汉，这个囡仔是要做国家的栋梁、家庭的希望呢。不管你生查甫啊、查某，咱拢是希望伊安怎读个顶、熬大汉，敢不是安尼？啊，所以要安怎互伊呢？但讲，吼、哦，咱讲没有，要无病无痛、无灾无难。吼、哦，怎样幼儿吼、哦、要大汉的时阵，爸母要安怎去呵护他们健康成长？是爸母爱去管、爱去管理的代志。所以咱定来讲吼，小儿难养。古早人通过不断的研究、实践、预测，去了解讲，囡仔出世命中就带有相应的官煞，吼、哦，相应的官煞就吉凶，伊就表现出来。命中若带有小儿官煞，对出世到吼、哦，人讲
啊，未到大运的时阵啦，你拢需要安怎？你拢需要格外的小心，吼、哦，过关难，撇煞易啦。讲小孩三十二关煞破解，吼、哦，民间的这个吼俗。信修而成长，必须经历三十六关煞。哦，咱唔知啊，吼，唔知咱唔知讲啊，你囡仔是咧甲你折磨安怎哈？啊，三更半暝唔困，伫咧哀吼。咱有偌济爸母吼，较早阿公阿妈是用传统民间的俗事，所以到这个啥，到这个吼，咱讲较早咧找新娘新生妈啦，来找收件婆啦吼，都认为人生吼、哦、必然啦吼。哦拢有每一个人的命格，拢有无同款的关煞。所谓的关忌的，就是讲人生一出世了后，就是因为八字所注定这个煞，哦，就是关煞的煞。哦，往往因为时运不济，吼、哦，其他的原因会拄到。但是一般称为关煞，人生最难过的就是啥？咱常咧讲吼，咱囡仔有个人未晓，所以咱都爱去。哦，咱讲庙里啦，庙里有咧祭关煞的时阵，有无同款的关煞，有时啊爱请这个吼、哦、法师吼、哦、啊来请神锻炼信众吼、哦、来做这关煞，小字关煞，吼、哦、这是护持咱的囡仔本命星关煞，所以这囡仔呢变怎互伊较好有持啊吼。所以吼、哦，咱有诶吼、哦，咱讲无啥了解啊。啊，囡仔到底是犯啥物？你都咱讲啦，犯这所有诶关煞，你都是平常时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咱都去用号名。啊，这号名这先生呢吼，伊、哦、就会甲你讲啊，伊讲哦啊，这个囡仔诶关煞吼，哦、有这个吼、哦，咱讲伫咱车吼，伫咱车就是咧讲吼。正日太阳三四阴嘛，五六火水军休雪七八水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到吼八日关，吼、哦，咱第一关叫直男关，第二关叫做八日关，吼、哦，这八日关嘛是爱注意呢，吼、哦，你讲八日关无注意，这个囡仔嘛就歹有气咧，吼、哦，啊，有这个千日关，吼、哦，千日关嘛是呀，吼、哦，啊，也有这个阎王关，哈、啊，也有阎王关哦，有啊。哦啊、所以讲吼，阎王关就是讲吼，咱囡仔吼啊生落了后吼，咱讲要撇面吼，撇面哦，就是讲卖去看吼人诶，吼咱生人有咱讲生老病一定有嘛吼，啊咱家己诶老大人，还是讲厝边隔壁，然后这个阎然后拄着吼，咱讲肉体下步吼，这个囡仔嘛是足禁忌诶啦，所以阎王关嘛是拢爱甲制制啦吼。啊，无囡仔较歹饲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，阎王关吼，啊嘛，佫有鬼门关啦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伫这三十六关煞内底有这個，吼、哦，咱讲鸡背关啦吼，啊，佫有剃虾关啦吼，啊，也佫有吼，啊，咱讲断桥关啦、路井关啦、四条关啦，吼、哦，当地名关啦，吼、哦，浴盆关啦，吼、哦，浴盆关就是咧讲，哦，囡仔。惊水洗身躯啦吼，囡仔家己一个人都浴盆，这个火盆当中吼、哦，你嘛是爱记啊吼，佮、哦、有烫火煞吼，浴、哦、盆管烫火煞，这种啊，这拢是爱做啦。哦，囡仔有安尼烫甲一身躯安尼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啊，你洗一个身躯，这个浴盆吼、哦，啊，咱也无注意，啊，这个囡仔嘛发生代志，所以这个囡仔然后拄到这种的吼，啊，咱拢爱去甲制化。啊，个制法吼，啊有这个水火关煞吼，深水关、水火关，这拢是将军字吼，各、哦、有将军字啊吼，将军字嘛是有个人讲啊，就未使去吼，咱讲吼这啊王爷庙啥吼，然后这个吼啊将军这个吼，咱讲八修庙门呢吼，这个进关都进关吼，军字吼，咱来用超人替身，啊咱今麦人无咧用超人，咱今麦人拢用抓人。抓人替身，把这个出生年月日写伫这个草人顶、抓人顶冠，吼、哦，要用这个吼、哦、啊，咱讲德钱啊，吼、哦，象征受过，吼、哦，将军，吼、哦，一切制法，啊、哦，一切制法呢，吼、哦，咱就会当安怎？会当哦，这个囡仔呢，吼、哦，人讲较袂讲吼，自杀了家己，还是讲反杀去杀了父母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囡仔毛吼，咱讲细汉的时阵。都这种犯桃花煞，像细汉桃花煞、红颜煞，啊，桃花煞、红颜煞，啊，就讲你啊，憨啊囝尔，啊，伊就会去跟人去安尼，哎，怎有个人十四五岁咧
在交男朋友啊，在交女朋友啊，吼、哦，淫乱不节，女命最忌啊，吼、哦，有桃花煞，吼、哦，这若该处理嘛是爱处理啦，吼、哦，咱讲一生内底啦，吼、哦，感情会甲拔掉咧啦，吼、哦，红颜煞嘛是啊，有这桃花煞，到尾又有一个红颜煞，多情多愁小人低啦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到吼，眉开眼笑笑嘻嘻，但是这种人呢，足个犯桃花，红颜煞的桃花，有诶查甫人交了搁再交，吼、哦、啊啊，乃讲厝内底都有啊，伊嘛同款要搁交，逢人吼、哦、入忌，哈、啊，你就会怒马相逢，你就会吼、哦、把它当做什么？啊、所以说红颜煞呢，花前月下回家期呢，这些拢总会去拄着。所以咱的翁先来风流，咱的某先来原来会去外口交男朋友。这红颜煞嘛是爱坐呢，细汉就爱坐啊。哦，啊，若讲到大汉啊，无坐红颜煞嘛是爱坐。哦，啊，过来留下。哦，咱讲留下呢，入珠三下。哦，咱这查某人呐，犯留下的人，细汉伊就是有留下观。哦，这就是说啊，生囝。会三下啦，吼、哦、啊！男子犯留下，靠多伤，吼、哦、男子较会客死他乡啦，吼、哦、女较会安怎生产死亡啦，迄叫做留下煞，吼、哦、这是细汉三十六关煞啦。你查甫的有留下嘛爱坐，查某的有留下嘛爱坐哦，吼、哦、啊过来就是啥，吼、哦、咱就讲夜啼关啦，吼夜啼关，吼、哦、连宵不困，一直哭，吼、哦、人惊啦，吼、哦、啊看到啥物拢总惊。哦，这个囡仔呢，吼犯出关的时呢，咱讲吼三九半夜啼啦，哦，这个官煞厉害滴，只要两勇气，吼、哦，阴禄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福禄不足啦，哦，这个囡仔吼本身会惊吓，福禄不足的囡仔，就是讲无带福啊，无带禄来的囡仔，这个囡仔比较呐较业，较有这个业感的囡仔，伊就较会受到阴界的冤亲债主阻碍，啊，囡仔出事就冤亲债主的阻碍，夜啼关，包括阴的，较会亲近啊，嘛较会甲创治啊吼。所以咱讲三九半夜啼啊，出关厉害又难治啦。只是两用气力不同，因病落魂后一气，就是咧讲着人呢吼，会福报较少啊，所以。这个囡仔就特别歹油气啊！吼，这囡仔若好油气的囡仔，伊本身福报大，吼，伊的这个啥？左右护法就多啦，吼、哦，咱要讲个有受到吼、哦，咱的这个上天的这个庇佑，啊，嘛有受到咱的家神的庇佑，啊，伊本身也有业力，业上大啦，吼、哦，你既然来出事啊，我都要来讨啊，啊，伊讲啊，囡仔细啊，憨啊，你啊，敢会使办冤亲债主，足歹有气的囡仔，定定咧走病院的囡仔，你会使个冤亲债主个做，出事就会使做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官煞一定爱先做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囡仔嘛有白虎官呢。哦，咱定咧讲哦，目前白虎有中状呢，出关时尚大，哦，主见惊风之情，尤其哦，咱讲难用，所以咱得讲有这个黑光损伤之下，白虎关嘛是爱坐，哦，哎呀，佫有这个雷公怕脑关，哦，咱定咧讲人呢去拄到这个哦雷厄，哦，哎拄到雷厄出去到外口拄到雷厄，哦，啊那讲雷公咧卡，哦，这个囡仔特别惊吓，会一直哭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大声话，啊，就暗时就会歹困。这雷公呢，吼，雷公官、雷公怕脑官，这嘛是算小日官煞。天狗官嘛是，天狗官嘛是呀，吼、哦。所以人讲，出人见心害人忧，处及天狗。天狗星就是咧讲，入主星，生人将出上气呀，吼、哦。所以咧讲，伫这里吼，害貌透淫，吼、哦，助透神淫。鸡毛吼，人讲顺毛啦吼，小日行运吼，就一个杂，就一个惊暴黑光之疾，较敖跋倒，较敖摔，连咪遐咧跋倒，连咪遐咧疼吼啊，所以囡仔呢吼，细汉啊，十来岁之前，就定定去拄着黑光之疾吼，命中咧带有这个哈啊，人讲吼，看到狗啊嘛惊啦，啊狗啊嘛较会较伤害吼，所以人讲出月月令啦吼。啊，咱讲细汉的时阵啦，啊，咱讲囡啊吼，啊，刀啊啦吼，啊，是剪刀啦、针啊啦、剪啦，拢爱较收收啊好啦，啊，无这囡仔定定去会提来，啊，就家己会去伤家己啊吼。所以咱讲天狗钱借天狗煞，用天狗钱借天狗煞，
啊，这种啊，这就是咱一般的庙，就是讲像慈天必生宫，咱做上少的科仪就是这关煞。通该这是年关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啊小仪关下36关的这吼、哦，都是专门的这关煞。啊，你讲一间庙这么大间，啊，你做小仪关煞，但是世间的囡啊是咱未来的主人呢，家庭嘛是。这个无这个囡仔大汉，阿拜咱免啊神济，吼、哦！这个囡仔是咱足重要诶，要甲扶持甲伊诶大汉，人管汉大，无灾无难，够遐简单咯、啊。啊，所以咱自细啊，咱做阿公阿嬷诶，呐捌诶吼，爱劝咱即卖少年人莫提起啦。啊，咱讲囡仔囡仔足提起诶，这小儿关怀，你着明真啊，得着坐一下就好啊。16岁正正甲坐一下，开着好，这囡仔自然。大灾化小灾，大劫化小劫，小劫化平安。为啥主人必先讲？咱讲功德这么大，啊，咱上界细科就是咧做小日观察。咱母娘先也要讲小日观察的重要点。伊讲，即个囡仔在细汉的时阵，伊的灵性落土来，不管讲有带因果啊，无带因果，伊的命中有大劫啊，无大劫。细汉的小日观察，绝对是做神一定要来扶持的，一定要来制化的。这囡仔唔只系好有气，阿拜大堂帮忙，唔只有法度有流传，吼、哦，安尼有的人拢无坐啦，吼、哦，我有法拄到一个，哦，师姐，你问我讲，你甲我看一下，我的处境是安怎？无啥啦，我三个囡仔拢定定吼，定定安尼咧发生车祸，拢轮流的，吼、哦，我讲你这囡仔有关煞，你敢知？伊讲我唔知呢，较早唔捌人看过名啊，号名拢阿公号的，吼、哦，那阿公号阿妈阿哥阿伯号。吼、哦，啊，内底有冲到无冲到拢唔知，较早的人唔捌字的，啊，凊彩学白甲叫，啊，甲叫就准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准就好啊。即卖人较有咧叫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咱讲历史甲咱看，老师甲咱看，四条甲咱背啊开，吼、哦，五行有边根啊无边根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咧讲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囡仔又多一项爱补，爱补的，就是讲五行无边根多一项，吼、哦，较欠的你就是爱补好伊嘛。哦、所以讲有这四贵官啊，四贵官这囡仔呢吼，良莠不齐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代志吼身体特别济啦吼，啊嘛有急卡官，吼、哦、急卡官呢吼，你若要爱伊吼，吼、哦、咱讲吼，人咧修造动土，不管讲是咧做，吼、哦、咱讲修造是，吼、哦、咱有阳，吼、哦、啊嘛有阴嘛吼，啊咱讲较早的喷蒙，吼、哦、囡仔话你若会拄到急卡官。哦，四贵官这嘛袂使去呢。哦，这来去迄个蒙地遐，还原来又出代志。哦，啊，你也要带伊吼，咱讲啊，咱平常时啊，讲囡仔若犯着这官煞，你拢总也唔捌去噶。哦，人唔捌甲坐过，人啊咧动土，吼、哦，动土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必然爱去撇开呢，修造啦，吼、哦，得挖窟啦啦，动土啦，山神啦，这有诶无这？啊，你若去拄着这，你爱用山神土地钱呢，爱去甲制化呢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唔知啊吼，哦，这官煞这尼济，有五鬼官啦吼，啊，所以来讲四条，吼、哦，咱那是内底啦，犯五鬼官的啦吼，犯金锁官啦吼，金锁官，啊，够有嘞吼，吼、哦，咱有个人吼、哦，有这个吼、哦，咱讲直安官，吼、哦，金锁官，吼、哦，二八吼，正红啦吼、哦，咱人吼、哦，咱讲伫这个三九吼、哦、的时阵。吼、哦，咱呐拄着拄好伊个即个二八三九，吼、哦，咱讲吹声口声啊，四十红帝是锁匙啊，吼、哦，五十一红柱祭祀，六十二一跳飞机，这就是咧讲，吼、哦，咱呐拄着即个官煞，吼、哦，拄着即个月令来，就爱作注意个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讲小儿上惊风敌人呐，阳刃吼劫煞，敌人官就是阳刃。就咱讲吼，对拄着阳刃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若结青来甲恁扶持无要紧，若无咱是吼爱去甲安怎，去甲含讲小儿关，那只要你若有去用号名，然后甲你看吼，了后你若是有，你就甲坐坐就好啊。啊，还有出名关啊，啥物叫出名关？这囡仔细汉的时阵吼，有个人讲爱带去吼七爷八爷迄个所在，也是玉应公庙神万神寺十八王宫啦吼，你这你拢尽量袂使带伊啦。哦，咱若讲这个囡仔有拄着出名关，阴庙绝对袂使去。吼、哦，啊，远离丧葬场所。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呢，咱讲这呢，拢总一定爱用啥？爱用本命钱。吼、哦，伊这是伊个本命内底有出名官，
吼，人咧做这个吼，啊，咱讲商家咧做法师啦，吼，啊是讲咧上经啦，吼，啊是咧，啊是咧吼，讲底下咧跳，吼，咧讲开地藏门啦，这种啊，这种爱甲撮开，吼，过一个短灯关咧，吼，所以咱咧，咱如果啦，吼，咱那看到囡啊。吼、哦，啊！底下咧看迄囡仔咧抬人啊，咧抬鸡啊鸭的时阵啦吼，吼抬鸡啊鸭的时阵，吼杀生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囡仔上好人底下咧，人底下咧吼抬鸡抬鸭底下咧吼流肠道啦，创啥？就种啊，这咱尽量囡仔卖学歪。吼、哦，各一人就是啥？有用这个吼、哦，咱讲有用这个吼、哦，咱讲厝内底咱都得有咱兜到底卖鸡啦，卖鸭啦。卖猪啦，卖羊啦，拢有滴毒的吼，啊，佮有遐肠啊啦，有诶无诶遐，还有囡仔尽量，你若拄到即个关煞，上好拢坐好开啦。咱到底做诶就是种生理啊，吼、哦，爱抬爱开，爱开膛破肚，开肠破肚诶，即种啊，即咱囡仔伫迄个所在，迄囡仔拄到伊有即、這个吼、哦、短灯关，哦，这个是不能让他看到的。啊、你也可以看到吼，这个囡仔开始哦，肠胃无好，命格在对面啊，不管是都会拄到一挂开刀的代志啊吼。哎，讲到关煞吼，33关煞，这个卖离关天啊，天吊关啦吼，天吊关吼，过来就是恁讲回向关啦吼，回向关就是讲，咱来请七千娘娘给咱保护，承母娘娘给咱保护，36保姐给咱保护啦吼，啊，就是咧讲。尽量卖出来吼、哦，咱讲入暗堂啦吼，因为伊那是有这个回向观爱制化吼、哦，有的囡仔讲我生一个尔，要太菜，我去做回向吼、哦。啊，咱讲回向观，回向观就是讲请陈母啦吼，陈母经约36宝座吼来给咱倒好气呀吼。观煞内底吼，拄好36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讲有这个弄命观吼，弄命观就是讲细汉啦吼啊，咱的这个。体弱多病，吼、哦，较容易夭折啦。吼、哦，有个人讲吼，啊，若去拄到壮命官面话，拜吼、哦，这个先生做老，做客伯客母，吼、哦，和先生做客，和客囝吼，细汉就爱和先生做客囝，啊，无你就认一个干爹干娘啦吼，安、尼有加一家伙福报来给斗三工啦，吼、哦，安尼自然呢，咱就会安怎，咱就会较会过。太过关啦吼，啊，所以咱不管讲是劫煞好啦，黑刃也好啦，黑光也好啦吼，啊，咱这所有种种的关煞，咱拢是啥小离关内底，吼、哦，一定爱安怎，一定爱甲这个小离关煞，吼、哦，反处命关爱化解，吼、哦，化解的方法就是讲，先生呐有落来办事，吼、哦，先生落来办，啊，有的人是用红头发书。吼、哦，啊，有个人是新生来办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慈天必生公呢，是拢新生来办理较济啦，吼、哦。小日观煞当中呐，去翻到吼，即、哦、所有的吼、哦，咱讲疾病啦，吼、哦，也是讲魔医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人肉体下部吼，带魔带下迄种，都不要进去凶，吼、哦，咱讲凶好之家啦，吼、哦，灾难。在湾里啦吼，小日观煞呢当中，这个五鬼观爱化解，吼五鬼观呢嘛是一定安怎，就是咱来犯小日煞来犯天狗哈观煞，吼、哦、要化解五鬼观要化解，这吼、哦、心性拢有啦吼、哦，啊要甲咱做，吼、哦、可比讲那有要做，就是囡仔爱去梳衫，吼、哦、过来就是讲诶，那该吼犯五鬼观一定爱五碗菜一碗饭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讲吼，啊，咱讲官煞内底需要用菜饭诶，就爱甲你讲，啊，你爱炸菜饭啦吼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这就是囡仔细汉为虾米讲，咱爱去吼、哦，爱去甲注意诶，因为咱囡仔若犯这个将军字，要哪化解？吼、哦，将军字有时啊呢，伊毋是写伊家己，有时啊写爸母啊，吼、哦，写对家己诶是大人。吼、哦，开疆辨写，吼、哦，所以咱讲需要化解。吼、哦，会当保平安。小日观煞，那犯水火观嘛爱改啊，吼、哦，啥物拢爱改啦。吼、哦，就坐较快，吼、哦，咱的囡仔较好饲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坐了后，咱的囡仔嘛较顺啦，较平安啦，吼、哦。因这是哎，师兄师姐啊，你讲话，咱这是正道教啊，正道教的科技，都是爱甲这讲出来，互人知影。这囡仔大概生拢啊，玻璃呢一个尔，哦，两个尔。对不？啊，你要个捏个大汉，细汉然后拄到这些小事关煞，爱处理不爱？哦，
啊，若讲囡仔真正都足歹幼稚的啦吼，真正来到是大人吼，连暗时要困都歹，无法度困啦吼。这囡仔吵架呢吼，啊，这都囡仔细汉那是真正有因果对待的，来是要叠是大人的吼。这囡仔因果业力，小时候就可以做，啊，哪做哪做，这囡仔哪有福报？自然啦吼，咱讲。因果绝对有一个定律啦，哈，这小孩子吼，伊个原神本面啦较弱，吼，因咩啦因果诶，拢开来相催啦，吼，啊，自细汉就开始伫家己落啊，吼，这呢就是讲，咱有这个福报，生着有福气诶囡仔，生着吼，这囡仔呢盖吼盖好油漆，吼，啊，都安尼戆戆只戆戆大，阿摆大汉吼，啊，安尼过安尼平平安安吼，开车吼也袂安怎。哦，这种这就是伊名，继续称的，无这关煞阻碍啦吼。啊，那如果有这关煞阻碍，咱就自细人就甲处理你，啊，不是讲爱着啊开足侪钱的吼。小日关煞，吼，咱讲这一个小日关百，哎，来咱百日关啊，什么关？吼，千二块开开咧，咱唔免讲吼，或一个囡仔定伫迄个所在安尼，哦，咱囡仔吼，就是未来国家的主人。嘛是咱家庭的五房啦，所以咱母娘一直讲，小事关煞袂使嫌讲这是小官，同款一定爱扶持者啥，即系邻里红路。细啊汉啊，伊就是母娘吼，甲咱讲的，查甫就是邻里，查某就是红路，邻里红路落世来世间有拄到这所谓关煞，应该这神圣拢爱来扶持，但是做爸母的一定爱知影，吼该做爱做，该化爱化，你讲是唔是呢？来，有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，慈天必尊公的服务电话：5916045。外观区的道亲，咱加05感恩。咱这块龙华会的吼，听一下吼，啊，咱秋季华会啦吼，拢开始吼，有一挂道亲来接到咱的这个吼啊请帖啦吼，来对面有咱啊咱的。中原吼、哦，咱讲三观大地吼、哦，啊，咱的中原吼、哦，咱讲大地要做祝寿也好，啊，是讲咱十七十八吼、哦、做天的也好，咱要甲咱的西王母娘加咱的骊山老母祝寿也好啦吼、哦，总是呢吼、哦，啊，咱工课嘛是同款爱做啦吼、哦，啊，要做吼。哦啊，嘛就爱有一挂道亲孙兄姐啦，当来扶持扶导啦吼。啊，有你们真好啦吼，没想嘛足感恩的啦吼。感恩有恁，有恁的扶持吼，才有咱慈天必生公的道场啦吼。啊，不管讲是这个吼，母娘的左右护法、教贤立书的这灵啊囝，拢总是母娘的好精子啦吼。啊，咱呐如果讲吼，啊，都要用电话。吼、哦，啊是要用迄、那个吼、哦、啊，咱讲传真机吼、哦、来报名，咱寄去个报名表甲交交咧都会使啦吼。但是名写也好，边啊一定爱对手印啦吼。那、哦、做公嘛，一定是爱对两个手印，吼、哦、一个阿克人呢，吼、哦、啊一个就是吼、哦、啊咱的这个吼、哦、排位爱对，吼、哦、只要是做公嘛，一定爱对两个手印。啊那做业力的对一个，啊做咱的地基主。嘛，对一个都会使啦吼。有咱的啊，咱讲手印的认证，这是表示讲咱做这个功德哦。要画起哩吼阴阳的所在吼，咱才有这个凭证啦吼。有咱这做功德的凭证啦吼，唔是干那文书啦吼。所以直接甲恁报告。来，今日节目做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